大家好，我是瑶瑶，这是我为 YY 拍摄的一个乐高每天一搭的视频，这是创意桶啊，创意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零件，我们可以看看它的零件表，它这是它附赠的说明书，当然还有这些乱七八糟的。他还教会了你怎么样用，就是用这个什么什么拆件器。那么我们不用这个里面的，我们来解说一下今天的小车。我来给大家看一看，它这个里面搭的车，这个里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有两个车，一个是这样的车子，一个是这样的车子。这是我和我的邻居小伙伴一起搭的，所以我也复原不出来了。我又不能叫我万能的爸爸来帮忙，因为他现在有点事儿。那么我现在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吧。这辆车跑得很快的，跑得真的很快的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车窗，他有车窗，但是为什么没有车门我就不知道了，估计是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呢，这个车灯还是我专门帮他搭上的，所以说是我跟他一起搭的。其实我主要也没帮上什么忙，因为我是女生，我不能搭这种东西的，我也不喜欢搭。接下来，他其实跑得很快的呢，真的跑得很快的。这个轮子很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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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它不是那种很大的轮子。刚才我们在说明书上看到的就是那种很大的轮子。这个其实也花不了你们多少零件，不需要用创意盒，自己家里随便找一点就找好了。不过我来跟大家详细解说一下这个零件。这个零件呢，就是专门在车子上面，有两个勾住，就是你可以在公交车或者任何车上面看到嘛，都有一个东西搭在这个上面，估计也是保护车轮子的东西。据说叫挡一板。然后我们让它开一下。好了，谢谢大家。这个视频也没什么好玩的。给大家看一看这个车的后面，你如果能搭出来的话呢，你可以在视频网站上面回复我，然后就好了啦。谢谢大家。